你今天会产生这些，这你是胆固醇，还有，我先问一下，胆固醇有没有好坏之分？有，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？有，敢这边有桃园啊？我会告诉你，讲有的人这里手拿起来，屁股打三下。 我会告诉你，你有胆固醇结晶，你有胆固醇过高，表示你的肝怎么样？不好。肝功能有问题，所以我突然比较可以请教，这气流，哎，下面就疼。你的肝经没有拉开，你的阴部用力捏开，捏起来，来，你点点，你来，你有肝，你有肝，有，有个回，不会疼，肝经不是打通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胆固醇有没有好坏之分？ 为什么都肝有问题？所以大部分人90%都说胆固醇有好坏之分。欢迎告诉医生说的。LDL，HDL。您刚刚说的是低密度胆固醇是坏的，这是好的。 要读说八道，所以哈、哦，你下面我到中山医院上课，你讲过不了书了哦。我没有读公立高中哦，我是私立的大专职毕业的。我到中山医院上课，我的学生都是教授级博士，我都拿藤条。我不会问学生，通识课是150几个学生上，一点要陷阱，我不问学生，因为学生绝对不会，所以我都问什么？教授，因为我打的是打在误人子弟的教授。 我们胆固醇有好坏之分嘛？有，三个套接入，看到点就会走，学生把他抓，抓，打给他，破除海军的澳门唯一的压力，我直接先跟他讲。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很多学校听到我们三个博士都要听课，都在站外面不敢站里面，因为他知道苦行专门打博士。我要了解胆固醇，我的血管。 心中边啊一条是直角的，我这边旁边有一个黄黄的，就是有一个胆固醇，一毫厘的血都袂登去，好阿伯，啊你也讲袂歹，好第二个那你知老师无卡，啊以前都啊以前我以前讲袂，爸你刚才讲是骗人的啊，啊你就相信啦，好第二个。 我现在一部车子，正的司机，负的司机，很多原料，营养品，正的司机就是 LDL， 负的司机是 HDL。我们家只要有盐，只要乖，这台车噗噗上来加营养给他，噗噗噗噗噗噗，到目的了，我的营养都怎样？算完了，这时候。 10了，这时候10了，负了司机会把正的司机怎样？干掉。没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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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要过河拆桥。好，问题出来了，它胆固醇过高了，我们怎么样去把它降低？运动。想办法，第一个，他扎腿套鞭，因为瓜什么时候在做销路人？十一斤，两码，对不对？他扎腿套鞭呐，
第二吼，您这卡右边这只脚怎么样？到左边来，来跟我说，肝，肝，开窍一眼，显现在精，所以想到嘛，可以做到。脾，开窍一口，开窍一口，显现在肉，显现在肉。滚到把 IQ 哦，哎，因为我画出吼，有三个字吼，来，松怎么写？很松的松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几画，十六八画十二，十八画，十八画，哎硬嘞，很硬的硬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画，哦，他就拍起来了，你画不好猪哦，我按下手边上面 ，Q 一个圆圈一个尾巴几画，两画，所以你的肉跟。滚来了，来跟我说脾，开窍一口，显现在肉，所以你想办法怎么样做到像这样，五脏六腑，小二胆为什么想去给他做这些好 Q， 像起来永远像十六岁一样，不是去做什么东西，免钱的先做。然后你卵磷脂啊，来不及带着吃，你讲亚基油，亚基油叫你吼，高密度胆固醇会提高。什么？椰子油。椰子油。我会告诉你，家里面所有油，包括橄榄油、什么油都要都怎样，赶快把它怎样丢掉，改吃椰子油。你若开始的时候，你这也开始痛，慢慢会降低。亚洲食高血压，你遐心血管就会不见，你胆固醇高密度会提高，低会降低，但是你也可能会怕假死，你抗能力就会好。哎，胆固醇不能高于200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现在帮我们哈。嗯。你老死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我白来，胆总胆固醇低200，去查查死啊！整个台湾，通通是一群人啊，从台北到基隆，通通是一群骗子。你话啊，我有一天去高雄上课，有位学生，老师，我在台大医院呐、啊，医生叫我今天马上住院，完了，我高总胆固醇300，我好，手机拿给医生。